开展的前提，都可以达到社会高能的这个效果。相机的曝光数据加个0.3到0.5、哦、假如说是我个人的话，我会直接加一，然后回去做，数位处理这样的这个结果呢，会得到比较少的噪讯。好，那光圈开大一点，然后给它背景有一点点虚化，那我们。